yoga for success, the neck practices. Both the neurological and the energy systems branch out in a big way between the shoulder blades and above. So keeping the neck region in a good condition is very important. Within 3 to 4 minutes of doing these neck practices, you will distinctly see that you are much more alert and the lethargy in the body will be obliterated. 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neuronal regeneration. Memory and intellectual sharpness also improves. 现在我们来做几个颈部练习，这将有利于放松肩颈部位的肌肉。我们先来看前三个练习，请留心观察。分开，脚的内侧互相平行，放松。你的脖子应该松弛的像一条绳子，没有任何的僵硬。闭上眼睛，随着呼气，慢慢的把下巴带到胸口，这是起始姿势。随着吸气，慢慢的抬头，然后向后仰。随着呼气，把下巴带回胸口，这是一个回合，这样做三次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颈部练习。随着吸气，慢慢地把头转向右边，转到极点，随着呼气回到正中，再随着吸气，慢慢地把头转向左边，转到极点，随着呼气回到正中，这是一个回合，这样做三次。现在我们来学习第三个颈部练习。慢慢地把右耳尽量地靠向右肩，随着吸气回到正中，再随着呼气慢慢地把左耳尽量地靠向左肩，随着吸气回到正中，这是一个回合，这样做三次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做这三个颈部练习，每个练习做三个回合。请站起来，双脚舒适分开，脚的内侧互相平行，手臂肩膀放松，闭上眼睛，随着呼气慢慢地把下巴带到胸口，这是起始姿势。随着吸气慢慢地抬头，然后尽量向后仰。随着呼气把下巴带回胸口，第二个回合，吸气抬头后仰，呼气下巴回到胸口，第三个回合，确保肩膀手臂放松，第二个颈部练习，回到起始姿势。慢慢地把头转向右边，随着呼气回到正中，再随着吸气慢慢地把头转向左边，随着呼气回到正中，
第二个回合，右边。左边。第三个回合，慢慢的做，你可以停留拉伸一会儿，再回来。姿势。我们来做第三个颈部练习。确保你的头是平直的，闭上眼睛。随着呼气，慢慢地把右耳靠向右肩。随着吸气，回到正中。向左肩。随着吸气，回到正中。第二个回合，是吸气。做完以后，请舒适地坐下。现在我们来学习第四和第五个颈部练习。双脚舒适分开，脚的内侧互相平行，闭上眼睛。随着呼气，把下巴带到胸口。这是起始姿势。随着吸气，慢慢地把头转向右肩，然后绕一圈。吸气，头向后，气头向前，然后换方向，向反方向再绕一圈。这是一个回合，要做三次。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，第五。向前旋转你的肩膀，吸气提肩，呼气放下，这样做三次。现在向后旋转你的肩膀，吸气提肩，呼气放下，这样再做三次。是否互相平行？闭上眼睛，随着呼气，把下巴带到胸口。这是起始姿势。随着吸气，慢慢地把头转向右肩。完整地绕一圈，然后换方向。向反方向旋转一周。我们来再做两个回合，第二个回合，把头转向右肩，绕一圈。
确保上半身保持不动。换方向向左转，绕一圈。第三个回合，慢慢的做和呼吸配合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做第五个练习。头保持正直，上半身放松，闭上眼睛。肩膀向前旋转，吸气提肩，呼气放下。这样做三次。现在肩膀向后旋转，吸气提肩，呼气放下，这样做三次。做完以后，舒适地坐着。